各位亲爱的伙伴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哦，谢谢哦，今天我们真的没有动员，各位可以这样子这么热心的来参与，我们今天晚上的这样的扫街，我要代表饶庆林竞选总部，也代表我们张国洲市长来深深的感谢大家。我想这两年多来，民进党在中央执政，我们都已经受够了，对不对啊？对。所以这一次是不是一定要全力，我们大家团结起来支持中国国民党，好不好？好。黄建廷九年在台东的施政，如果大家也肯定，张国洲市长在台东市公所四年的施政，大家也肯定的话，这一次一定要支持饶庆林，支持张国洲，好不好？好。我们让县政、市政都能够延续下去，台东才会有更美好的未来。今天晚上就让我们带着自信，但是我们非常的谦卑啊，带着我们的诚恳，一起在台东的街上来拜托我们所有台东的乡亲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一起为台东的胜利而走，谢谢大家。庆林让国洲来延续我们台东幸福的县政，让庆林让国洲来延续我们幸福的县政，拜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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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请支持五号饶庆林，二号张国洲。11月24号，也就是后天，我们一定要集中选票来支持五号饶庆林，二号张国洲。